那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嘞？哦，我们的题目是《笑傲江湖》，探讨的是天然水果酵母以及面包的应用。是哦，那么奇怪，那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大家都吃过那个面包吧？面包现在大部分市面上都是以工业酵母原料制作的，因为它的优点是非常快速。好，但是呢，作为加工科的学生，我们做了3年历史的面包，这么说是不为过。每次吃到面包的味道就是酵母味，酵母味，酵母味，还有酵母味。是没错，我们就一直吃酵母味，下次非常难过。于是呢，我们想改善这个问题，就想要以天然水果酵母面包作为研究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制作流程吧。经过刚刚那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大叔讲解我们动机之后，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实验流程喽。首先是天然酵母水果酵母液的制作，先把水果洗干净，然后风干切丁之后，量它的糖量，之后用补糖公式算出它的糖量之后，然后再放到罐子里面，罐子要以100度 C 的沸水杀菌2分钟，然后还要喷酒精杀菌哦。我们家六种水果和糖粒还有开水放到罐子之后，就可以跟它塑胶布，然后就会得到这6种可爱的样品。这样这六个样品什么呢？我们这里没有介绍，对不对？这个是好痛，这个是梨子干，这个是葡萄干，然后龙眼干、苹果、葡萄还有梨子。之后把它放到恒温培养箱，以28度 C 培养7天，这7天内就要做各种各式各样的实验。然后今天中午就可以来做我们的面包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实验的重点混合项目吧。你，哦，竟然，好了，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介绍的。嘿嘿，首先我们将各种水果酵母进行它的发酵力测验，我们找出了3种发酵力最好的，分别是李子、葡萄干还有荔枝干。我们将这3种水果酵母进行混合，以1:1的比例。我们将它混合之后，想要探讨说，当水果酵母混合之后，它的发酵力会不会比原来的酵母还要好？现在我们来进行总结。我们的实验结果做出来了，就是我们将混合酵母还有其他的水果酵母制作成面包之后，那我们给我们学校的同学进行品评，我们发现了混合酵母品评的分数比其他一般的水果酵母面包高出很多。还有在弹力实验的部分啊，混合酵母的面包弹力也比其他的水果酵母面包来得好，所以我们发现把酵母混合之后，有助于提升面包的弹力还有品质。最后来介绍一下天然水果酵母面包的优点吧。第一个，不易造成胀气；第二个，可以延缓老化；第三个，可以不用额外添加工业酵母，因为已经有足够发酵力了，而且也可以不用添加乳化剂、改良剂之类的其他化学的东西。做问题实验真的很好玩哦，希望学弟妹们可以踊跃参加，谢谢。